哇，今天双节的第一天哦。小芬芬，开学了，开学了，开学了。星期不见你好吗？哎呀，好，你拜。我做好你的过年了。功课全部还没有做，你做了没有？啊，不用做了啦。不用做了啦。读书而已嘛，随便读都会 pass 的啦。哎呀，别惊啦，几哪拢嘛，可能起个位就小惊啊，位就去失败波，这个哎呀，杀杀我得了。哎，前面15个都给我们气气死哦，这个不用怕，听讲伊是查某的嘞。哎呀，别惊，路边好大呀，别惊别惊，堵着咱哦，死路一条哦。是啊是啊，哎，我们的新同学，邓丽君还未来啊？邓丽君，邓丽君。 邓丽君给回来啊！上课啦，邓丽君。哦，什么代志？哦，几点了？你还在吃啊？嘿，你搁在吃？你这现在搁在吃？我这早餐吃一半，你就叫我进来。哇，邓丽君，哎，好久不见，一个礼拜不见，哇，一个礼拜 school holiday 你变肥了，哈哈哈哈哈！我的，但是不用紧啊。我的坐到到底是一张猪八怪啊！ 一个礼拜不见吼，你变肥了，不用紧，我旁边这个你看变老了，老阿尼嘴，老金嘴啊，你老金嘴啊，你那边上金嘴啊，对了，哎，你好不好？很好很好，哎，我跟你们讲啊，今天有新闻了，什么新闻？我们早就懂了，是查某嘞，切。 这个新闻就闻了啊，就是，戆呆戆呆，看片就知了。OK， 有一个东西你们一定不懂。什么？我们跟老师取一个外号。外号。什么外号？你要取什么外号？你说叫他多一个名字啊。外号。不然叫我们叫他喇叭花。啊，欧比啦。喇叭花，很烂的这个名字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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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不要麻烦你。 你卡夹起来，金牌款开干的很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的椅子跟我们是不一样的？因为伊袂使做 plastic 的笔体。太差了！你厉害，你强啊！我有想到一个新的名字啊，叫做LKB。LKB 是不是 LKB？ 老龟布。老龟布。 不可以这样，没有礼貌，老师嘞！现在禽流感很危险，我们不可以叫他宝宝哥了。等等，excuse me， 好了，我今天闹，我今天闹真久，唔捌用了。快出！你今天是班长 morning 的。你相信我是拜？叫他什么？老处女。哎呦，你讲啊！你哇，这名真好啊，胸腔是力啊，来，给你翻，给你翻。 老处女啊！老处女啊！你讲，老处女。你，免紧。安怎嘞？有人讲的，你相信吗？安怎嘞？你叫一口出来，一条叫一讲的。哦，一个笑呀，笑啊笑啊笑，未来啊！笑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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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叫什么？你没有看过这样帅的哥哥啊？阿校怎么？哎，阿校，哎，阿校早。哎，阿校变帅了。阿校校，甲你讲，今天我们有来一个新的老师，好，甲你讲，我们跟他想了一个外号，等一下你要叫 ，OK？ 叫什么？叫做你听好啊，叫老处女。我不要叫。你们每次骗我，我一开口你们就关口啊！不会，这次不会骗你，不会。我们发誓，我们一起叫，我们一起叫。OK， 我们发誓，我们一定不会讲的。如果我骗你，我发誓，如果我骗你，我会年年考第一。
啊，你看，到我，我孙八，如果我骗你的话，我像范文芳。欸，如果我骗你，那是跟我骗你，我讲刘德华。我能做的顶讲叫老处女。OK， 水水的。我们一起讲啊，一起讲。哎，别再骗我啊！没事，没事，不。你两打不去骗我呀？没啦，不骗。老师来了，老师。不，老师来了，老师。静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老师，听说这班的学生非常的难教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我非常的有耐心也有爱心，所以我要用我的爱心来感动他们。同学们好，老祝你好。请问是哪一位同学叫老处女？往前一步。这位同学，你起来一下。站好啊！老师地不平。老师问你，你知道老处女是什么意思吗？我爸爸跟我讲，一个女人没有给男人处理过的，就叫老处女。哦，我不可以生气，我要有爱心，我要有耐心。小同学，你喜不喜欢喝可口可乐？我喜欢。那好，你跟老师去办公室一下，老师请你吃汉堡包，喝可口可乐。走。早知道我们讲啊，咋个个？早知道我讲啊，有的吃的。吃了啦，你呀。怎么啦？你还要吃咩？啊？来，我请你吃汉堡包，喝可口可乐，吃炸薯条。够不够啊？好不好吃啊？不够再来一个炸香鸡，好不好吃啊？哼，什么事啊？这么讲啊？什么代志？老师来了，坐好一点。阿笑嘞，老师来了。我做老师啊，从来不体罚学生的。小同学，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快出来。来呀来呀，好啦，我做梦。哎，笑伟，哎，老师请你吃 burger 啊，好不好吃？哇，好不好吃？老师讲骗话，什么？他想请我喝可口可乐、炸薯条、汉堡包，结果没有，他请我吃皮蛋了。哇！兄啊，不是我讲的，兄啊，哇，皮蛋安尼多粒吧？应该是熊猫啊，熊猫啊，皮蛋。我第一天来上课，我们大家互相介绍一下，请问哪个是班长啊？班长，我是。你是啊？嗯。从你开始自我介绍一下。我 叫什么名字？周杰伦。周杰伦啊？哇，周杰伦啊，那我让你几熬夜啦？来，再下一位。老师早。早，乖。我的名字叫做蔡依林。蔡依林啊，不错不错，老师好，很可爱。再下来，老师，我的名字叫邓丽君。你叫邓丽君啊？哇，你为什么吃到这么胖？不是，我不是吃到比较胖，我是长得比较宽。长得比较宽啊？啊，哦，你叫。邓丽君啊，对，老师知道了，请坐。谢谢老师。到你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老师，我叫楠楠。楠楠呐？楠楠呐？啊，楠楠呐？哎，坐下。谢谢老师。哇，你们这班同学真的很特别啊，老师好像走进动物园一样。谢谢老师。哦，好了，现在开始上课了。上课了。老师第一课为你上华文。
来，我们来认识一个汉字。好。汉字嘞。汉字哈。OK， 老师讲什么？大家看清楚。嗯、啊、嗯。看到没有？看到。对，跟着我练哈。嗯、啊。八 A 背。八 A 背。再一次。八 A 背。八 A 背。蓝蓝，你起来。我。嗯。老师个别教你一下。好。来，跟着我练啊。八 A 背。八 A 背。被子的被。交配的配。哦。蓝蓝同学，我觉得哈、哦，你不止发音不正确，你的头脑也是不大正确了。来，老师问你，你们家有没有床啊？有。床的上面是什么？我妈妈。那你妈妈上面又是什么？我爸爸。那你爸爸上面又是什么？他们脱光光没东西。那你们家的被呢？给我爸爸跟妈妈踢掉床下了吧。踢掉。哪有这种同学啊？哦，真的给你气死了。过来。哦。坐下。好的。哇，你走路还蛮特别的嘞。我跟他紧的走路。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来上算术课。据我所知，我听说你们这班学生算术非常的差。算术啦、哦、算术、嗯、来，老师要考考一下。来，蓝蓝起来。他厉害了，算术老师又是我、啊、厉害了。听好啊，一加一多少？二。哇 steady 啊，笑给笑啊，笑强啊你！佩服！谢谢。嗯，啊，不错，蛮快的哈。再来哈，下一题，三加三多少？九，二十，六。哇 ，steady 啊，笑 steady。你不能，不错，很厉害啊。不过蓝蓝，我跟你讲。算术这样子是不可以的，不可能进步的。你不可以一直用手指头这样算的，你要用心算，你才会进步，知道吗？啊、现在你把你的手放在裤袋里面，用心算。他的裤子美不美？我打扮嘛无正常。哎呦，真是的。这袂够水，看他袂够水。哎，好了没有？王磊，哎、欸，周杰伦回来。哇，他大肚子！你别顽皮啊，别顽皮啊！我骑一只狗来对，还是骑一只羊了嘛？哎、欸，你做什么？来，五加五多少？多少？十一。为什么会是十一呢？五加五为什么会是十一呢？你把你的手指头拿出来，重算一次。五加五是多少？十。对呀、啊，五加五本来就是十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会有十一呢？对了，笨蛋要十。老师奇怪、嗯，我拿出来十，放进去十一呀、啊。吼、哦！我真的给你们气死了。笑。你看。连女同学都笑你了，笑，你们不要笑我，你们把手放进去，一辈子都没有算出十亿啊！哇，这人很厉害哈，怎么算不出？哇，真的是你回话很厉害哈，牙尖嘴利哈，哪里可以这样讲同学的？过来，好的。你们真的是气啊！他 special 啊！你坐好，哎呦，走来走去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老师来出上联，同学们对下联。好。
哦，会的同学你们要举手哈，举手回答哈，来，南通州，北通州，南北通州，通南北，谁会？我吵死了，我啦，邓丽君，好，选我，老师谢谢你，我会我会，啊你会，来，东当铺，要想一下，西当铺，东西当铺，当东西，哇塞，你也不会耶，哇，这都不能晓啊，这烂了，不错不错啊，邓丽君你厉害，胖是胖啊，反应还蛮不错的，哎，蛮不错的，嘿，没关系。那么同学每个都有机会啊，我再问多次，给多次机会。会的同学举手。啊！哇，男同学啊，哇，举双手要回答。来来，给你机会，起来，该你答，起来。老师，你讲什么？你不是举手要答吗？我。对啊。你讲什么？我讲什么？我来出，你来对。OK， 来。南通州，北通州，南北通州，通南北。男同学，女同学，男女同学，生小同学。哇，厉害！哇，笑哎，那真强啊，笑！谢谢谢谢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没败。来，再来第二题哈。香花不红。红花不香，玫瑰花又香又红。救我！救我！臭屁不响，响屁不臭，老师放屁又臭又响。哇！笑哎，你很厉害啊！笑哎，厉害！哇，你们好人啊！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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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错啊，蛮押韵的啊。我就不相信我难不倒你。来，再一个，听好好啊。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，虾米吃水，水落石出。你老公压你，你压床。床压地，地动山摇，老师西北摇。老师西北摇，老师西北摇，老师西北摇。我本来是外公福建的，不讲方言的，老师是不可以讲方言的。你知道吗？小你气个动袂掉啦。过来，坐下。过来，坐下。好的。班长，有。听说我们的校庆马上就要到了，有。啊，你们这一班准备的什么文艺节目啊？朗诵。老师，他讲粗话。什么？他讲你好朗诵啊？什么好朗诵啊？你唱戏人，你搞反胃啊？好朗诵。好，来表演一下，给老师看一下。村民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夜来风雨声。老师小便很大声、老师小便很大声，老师小便很大声，老师小便很大声。哎呦，可怜啊！哦，这个给你气死了。谁教你的啊，这位同学？我。谁教你的？我听人家讲的啦。听人家讲的，你很过分了你。表弟啊，你害我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过来，坐下。为什么是我做？过来做，像是你做，不是我做。好的。我就给你们气死了，真的是。班长。哎。这个不要。还有一个。换一个，换一个。煮豆燃豆萁。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。老师讲话很大声。老师讲话很大声。老师讲话很大声。
你有什么比较好的吗？啊，你唱动唱遐有诶无诶，讲遐有诶无诶，你好好讲嘛。对呀、啊，没道理，这边就错。表姐，你哪能害我？你那笑，你都没大人，你生大呀？对呀、啊，是我。过来坐下。好的。行久的中风，吼、哦！我看你走路，就看真艰苦，很辛苦啊！我这动力袂掉嘞。还有还有，老师还有。还有啊！还有还有，来来。人生自苦，谁无死？是哟、哦。谁、人大便不用纸？如果大便不用纸，老师肯定用手指。用手指。你不要讲啦，用手指，手指你跟用卡的用手指，用卡打波啊你呀、啊！还是别看人放晒用卡切卡称嘞。你干嘛？你跟我过意不去哈，跟我过不去哈，你要气死我是不是？回来，坐下。好的。恐风中风啊！班长。哎。这些不好啦。哎，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、啊？我们会唱歌，我们会唱歌，唱歌、啊，会唱歌、啊，唱歌，哎，不错不错，来来，表演给老师看一下。1、2、3。清早起床，天气好啊，看见老师在那，两个波波蹦蹦跳跳，老师跌倒喜跳跳。膝跳跳，可怜啊！哇，真的是很过分的。老师膝跳跳，老师搞得膝跳跳。你什么时候看到老师洗澡哈、啊？还有两个咪咪蹦蹦啊，蹦蹦跳、啊。你有看老师洗澡没？给我看一次也无所谓、啊。什么？给你看一次无所谓？我妈妈也是给我看、啊。你妈妈？你妈妈跟我不一样啊！回来，坐下。好的。恐风中风了，走快点呐、啊！同学们，是老师，你们要听话，求学要认真，是要自爱，是千万不要乱搞男女关系，知道吗？我们不会，我们会的，我们会洁身自爱。对啦，我们会的。新世纪已来到，计划生育很重要，请问什么最重要？男同学，女同学。做爱要戴套，戴套，我们都没有套，就这个戴套。你们头一摆看人戴套那大个，迄个套不是这套啊。都拢有套安尼大个啦，要想迄死人头安尼大个嘛。有一个破皮啊。吼，我真好你气死，回来坐下。好，我是有声，两个无声。你可以走快一点吗？快点，再来，再来，好好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班长，重来一次，后面那一句不要，巴累巴累，巴累巴累，好好巴累巴累。新世纪已来到，计划生育很重要，请问什么最重要？剪掉，怎么剪的呀？你出水了，你剪掉。校长来了，校长来了，校长来了，校长来了。